好，我是柳丧彪。你时常觉得自己爱错了吗？或是时常在各方面的情感上觉得挫败吗？你以为好的爱情会平白无故从天上掉下来吗？你知道要获得幸福之前必须要先懂得怎么做人吗？2018年1月13号下午2点，在台中世贸大礼堂3楼，本彪将告诉你，在获得幸福之前，你必须经过哪些锻炼。想要成为勇士，就一定要来哦！一定要来啊！